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讲这个第五个问题啊，就是你几次讲到了当时逃亡的这个这个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是很不确定的，对吧？啊，那根据你现在所掌握的情况，你推理出来、分析出来，当时整个的飞机到底是怎么出事的？是怎么一个过程？刚才其实前头已经讲到了一些了，这里呢，关键人物那个飞行员啊，潘景衍啊，他要，因为他是很关键的人物啊，当然后来就说呢。其实已经向他传达了无法线空军司令的命令了，说这架飞机不能飞，但是他是不听的，因为呢这里头也说到了，说他们早就有传说说无法线那个有路线斗争问题，不忠于林副主席，怎么样，所以他不听这个无法线的命令也对。另外这个潘一定跟林立果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这个互动关系，因为从潘的角度想呢，既然林是党章的接班人，他应该也想不到林跟毛有这么大的矛盾啊！他当时都认为毛林是一体的啊，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啊，这个永远忠于毛主席，说世界这个共产主义有三大副手，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那这个林彪对毛泽东，这这么比喻的，他想象不到，所以他就听这个林立果的命令，这是肯定的啊。然后不是说有一个传说，有一个说标那个副驾驶说的，说把他们甩下是因为怕他们在飞机上妨碍他们这个叛逃。但是后来又说呢，不是，说就是想让他们多休息休息，认为有时间啊，怎么10来分钟还没有吗？时间上飞机什么送行啊什么的，加油都有时间。没想到来的这么急，然后8次次要在后头追着啊。紧跟着就进来了啊，就完全没有时间了，就这突然飞走的。当时呢，飞走的时候呢，应该是告诉他是去广州的，这个油呢勉强够到广州，而且没有上副驾驶，飞广州在地面完全配合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的。上去之后呢，当然就像这个应该是林立果要求他北飞，但是林彪知道不知道这个林彪下什么命令了？这完全就不知道了，飞机上人都完了。有一种传说说这个飞机什么飞到了苏蒙边又飞回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没有这回事儿。本来油就不多，这从那儿到苏蒙边境还有几百公里以上吧，怎么又飞回来？那又是1000公里，不可能啊。然后被这个打下来之说也完全不可能，因为苏蒙现在完全解密了，他们根本就没发射过导弹。他们要说发射过导弹，那才对，没有发射过，所以不是打下来，就是坠毁的啊。这里唯一比较从专业上来说比较费解的就是，它本来应该这样，应该把油放进，基本放进了再迫降，那样有可能生存几率大。但是实践中证明呢，是烧了很久没有放进油，这应该是这个潘操作失误呢，还是怎么回事儿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要按原来按潘的估计，那个上去人就多了。另外5个机组人员，加上那程红珍和2个女兵妃子，这都要上去的，对不对？而且其实就上去就10来分钟，要不是把林彪追成那么急，那就上去了，甚至油也加上了，本来就差不了多少。他这个飞行员潘景衍预计的首长来了，还得个把钟头才能飞得起来，这也是很对的。这个飞机就是这样嘛，这么大飞机啊，所以这个李立恒的报告使得周恩来注意8341的追。这都是很重要的节点啊，使得这些非常具有戏剧性啊，就真是大局中论。林立恒在这个里面的角色，你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怎么看呢？为什么？他们家有矛盾，另外呢，也是这个林立果，9月7号或者9月8号呢，他向林立恒交的底儿。我们要干一票啊，等于是他怎么说的，反正就是，要危害主席了，要最后我们就一块儿，要成了，当然我们就全成了，不成就一块儿走，这样林立恒就等于知道这件事儿了，但是他又不肯说，不肯说出来，他只是说要保林彪，他觉得这样成不了，让林彪不要动，这样呢林彪的地位就能保住，
他就不敢去跟林彪说，他这里按说举止有些乖张，然后他只是做工作，在底下做这些警卫队长的工作，然后向8341报告，他开头报告人家也不敢信，你知道吗？因为这些包括这个李文普这些警卫队长，甚至8341的这些副团长、大队长什么，这些人都是属于叫做我管他叫做，特殊地位的小人物，或者是中比较小的人物。这种人一碰到这种棘手的事情，他首先想到怎么保自己，因为这里都很快就要出问题，对吧？很快就要揭晓，但是他怎么想到保自己，而且自己还不能不表态，你完全不表态也不行。你比如说那个李文普，那人家就说你既然在飞机里都听到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了，你下了飞机被打伤了，你怎么不报告啊？当时中央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报告。后来呢，又是过了这么久你才说出这句话来，当然可能是专案组的压力了，但是这小人物一定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最后才摊牌，他不想早说。你李文普要说了这话，林彪要是没死呢，林彪要是逃走了呢，林彪要是掌权了呢，那他又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他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到形势特别明朗之后他才说，他也一定要说那个掌握他命运人要他说的话，必然是这样。包括国民党那些战犯都是这样，你让他说什么啊？比如说林彪上台了，那个范汉杰就说，哎，打锦州真是一招妙招啊什么，他都是顺着人说的啊。这些人谁掌握他命运，他说谁爱听的话。包括后来王立那个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哎，他又在说了毛主席怎么称赞邓小平什么什么，都是这个道理啊，都是这个道理。形势明朗之后，他说毛主席称赞邓小平是军事堪比彭林，政治堪比刘周，那他都占全了。其实到底说没说呢？因为完全就没法验证的事情，他的胆子就很大了。能力很好的，为什么他也没有得到特别的重用，就把他法院审查了一下，然后又把你的女儿在那种情况重用他是不可能的了。后来当然他说迫害了他，最后还是给他安排了工作什么什么，也就是这样了。他在近代史等于关于林彪集团的应该很多人因为受牵连太多了，成千上万，还怨他说他闹出这一出来，把这事推向极端，对吧？闹出这一事来，把这事推出极端，然后成了对林彪集团最不利了，尤其是对那些成千上万受牵连的人。如果当时要是中央决定冷处理林彪，啊，只是把他按下去算了，那他们就不会那么受牵连了。后来林彪一下犯了这两罪，谋反、叛国、投敌，那他底下的人全部都加重了。包括他们的家属，这个加重他们有一些人对林立恒是有怨气，是吧？那肯定有怨气啊！说你不闹这一出，那就林总就不会跑就被中央扣住了，就没那么大罪了，中央也可能冷处理了，各种情况，冷处理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罪。现在是发生的是最严重的，级别最高的，没发生的呢，只能比他低，但不好说怎么回事了啊。因为也全凭主要领导人的来定了。那假如你觉得你是林立恒，你当时应该怎么办呢？我是林立恒，应该说他想保全林彪，这是属于从他的角度，从后来角度来说，如果能保全林彪，让林彪走不成，应该是对他家族利益还是很大的。但是最后因为还有叶群、林立果这些人在呢，这些人控制着林彪啊。那为什么最近几年有一些传说说有一些传说啊，除了像何匣子又怎么样啊，林彪的骨头又怎么样啊，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周恩来啊，毛泽东早就盼这个导弹就把这个打下来。不太可能，因为要是导弹打下来呢，就有人发射什么，这么几十年了，这些发射的人什么就会有说法了，不是一个人发射一个导弹，恐怕几十个人上百个人都知道的，他们很难做到完全不透风不透墙了。黑匣子也是已经说了，没有黑匣子也说了，苏联人不可能保存几十年。网上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网上要讲流量的，谁都要玩流量，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所以你说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你马上就有流量，所以很多人就变着方说，也不管有没有
证据了，就这么说，说了肯定有人转载，肯定有流量，所以各种怪话都有的是。最大的胡说就是说李连杰是林立果的儿子都有，对不对？完全胡说，但是你说了就有人转载你啊，你马上就有流量啊。李连杰是谁的孩子啊？网上就说李连杰是林立果的孩子，最大的就乱说了，但是你乱说就有流量啊。还有人说普京又怎么，反正说什么都有，网上只要能登出来他就乱说。哎，你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啊，就是说你担心在中国不是要讲党史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造谣。那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呢，我们有时候说啊，应该让这个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但是我经过了这些年以后，我也不是说赞成中国人的说法，要党史学习习近平的党史观。但是我在网上的这种谣言，我还是很痛惜的。我觉得会把很多的社会环境弄成我没办法去判断了。您再想一想，如果不作为一个严格的您说的党史研究者，你这么一看，好像他也有证据，他也提供这个名字，有提供这个事情，你不是每个人都有判断力的嘛，对不对？嗯，他这个事实呢不应该造，但是根据这个事实的判断，那可以个人就判断了，这里就区别很大了。同一个事实，那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分析，然后分析可能性什么，那就更无边了，对不对？那一件事的可能性多了。当然你可以分析，你不让他分析也不行。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党史研究啊，现在这个当局是管得比较严。那肯定。你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些人也受不了这个网上的谣言，还是觉得对他们的真实的党史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哪一种因素大？哎呀，我也不好判断，因为有些谣言呢是很明显的了，能博一下眼球而已，所以我看现在网上也没有人特别把它完全删了，对不对？然后分析呢也是什么说什么的都有了。关于这架飞机来说呢，就是说一，我觉着没有黑匣子啊，另外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既不是苏猛的导弹，也不是中国导弹，因为发一个导弹几百人都要知道的啊，这么几十年了就没有一点当事人说吗？不可能，而且当时他们也没那么先进他就是因为没带领航员，没带副驾驶然后呢他还是操作失误，因为当时还是有油的，没有到那种程度他也没放干净这个油就下去了。当然也不排除这里有打斗，甚至有人说这个潘不想当叛徒，就弄着大家同归于尽，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你不知道嘛。因为他为什么犯这种错误呢？为什么带着两吨半油就直接下去了呢？他应该放掉所以呢，最后也把这个潘定为因公死亡了甚至邓小平说烈士，好人是好人。邓小平说，我认为他是好人，因为他也执行公务。但是最后的结果，有时候啊。这个他是根据结果来判断的，包括这个安全部门啊什么，因为没法证明了，证明都证明不了了，只能根据结果说结果对我们有利对党的事业有利，那就证明他是成功的，因为没有别的判断了，你结果不利，那可能你就没做好。就这样。这个里面还有两个人物涉及到这个，一个是讲到周恩来，说周恩来知道以后大哭了一场，这个是真的假的？周恩来怎么了？说发现这个林彪走了以后他哭了一场。他先是这样，最早他是说他有点高兴，说这个结果很好，因为林彪一走呢，当时就是中央就是判断了三种结果。一种是林彪上电视台，苏联的电视一种是林彪上电视台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号召反对这个毛这就是叛国投敌，没错了一种是呢林彪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出面，因为他必须要公开见这个中立的人，人家才能认为是他自己真想跑。还有一种呢，就林彪不吭声，什么都不吭，或者说迷航其实不吭声，说了这三种结果。其实还有第四种结果，就林彪说林彪说我是迷航我要求回国，其实还有这种结果，因为谁也不知道。要是第四种结果，你还很难说林彪就是叛国投敌，对不对？因为被人劫持不等于
机上所有人都要叛国啊。那九十年代那飞机被劫持到台湾去几次呢？飞行员也同意了，最后不都回来了吗？啊，嗯，对，哎，对呀、啊，这个不能必然等于，按照现在的观点，不能必然等于叛国投敌，啊，嗯，啊，所以就是。那你说周恩来为什么开始高兴，后来又哭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对他处理问题很好，林彪不会再对那发表声明了，啊，不可能了。后来呢，有人又问他，周恩来呢就哭了。说你不懂，后来怎么分析呢？就是说本来啊，毛让林彪接班的时候就是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套，啊，打倒了就打倒了。周恩来还是很出了力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专案组的领导啊什么的，就按这套来那个延续。但是现在这一套就全不行了，由于林彪的垮台就都不行了，整个政治局面就完全重新安排，甚至前几年呕心沥血的这种安排。包括硬把林彪挺上来，周恩来也是同意的，让他当接班人，啊，这些所有的安排都白费。这一点来说，他觉得这个几年的心血都白费了，整个一整套啊全都变了，嗯，所以他哭啊，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嗯，毛泽东听说是天要下雨，什么羊要下雨，说是这么说，他是希望林彪像彭德怀一样。干干的就给闷死，对吧？啊，他甚至怎么摆布随他了，他也可能不公开说什么啊，他希望这完全由他。结果林彪等于给他出了个难题，啊，以这种方式跟他决裂，让他呢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破产，所以他受了打击，嗯，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他很难再维持文化大革命这套了。当然他还是想维持，嗯，就这样，嗯，只有林彪上台，感觉才能。比较长大革命这套啊，他认为啊，也实践中也是这样。林彪上台还应该能维持，自然上台就很维持了。嗯，好。